有点痛。没啥，没啥，没事哈。杀鱼、杀菌、杀菌了哈。对，没事。能好起来吗？重生了。这两天不是给他治疗皮肤病吗？昨天把他这个身上的这个毛发给他剃了，因为狗狗身上皮肤病确实挺严重。刚才给他喷了那个喷雾嘛，因为昨天是给他泡了药浴，药浴的话咱是隔一个星期给他泡一次，然后这个喷雾的话还是每天这样给他去喷去。剃完毛了嘛，然后给他穿个衣服。因为现在天气也比较冷嘛，穿上衣服让它慢慢的恢复，恢复好之后嘛，身上就慢慢的好吧。因为现在大家能够看到啊，腿上还有这个皮肤哈，看看这皮肤病一点一点的，确实挺严重，所以说才给它就是身上毛发都给剃了嘛，包括药浴啊，还有喷雾，能够更好的给它去治疗去这个皮肤的一个问题哈，是这样的，行哈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晾会儿，给他穿上衣服就行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呢就是天气很暖和嘛，咱带重生啊出来玩一玩。然后，大家也能看到啊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哈。重生脸上的这个伤恢复的情况也是很好啊。等他身上的这个毛发长出来之后，应该就能够盖掉这个伤口。就能够盖掉了。身上皮肤病的话，这段时间的恢复也是挺好的，但是还需要慢慢的去给他去治疗着哈，慢慢的就好了哈。我刚才看到后边有点结痂了，后边，对，应该算是已经开始结痂了。这边已经开始好了，也行。现在每天给他喷着这个药，还喷着药，然后慢慢的去恢复去，行吧？已经结痂了，对，已经结痂，算是马上好了。再陪他溜溜，我哥哥逛逛，是吧？今天太阳太好了。太阳太好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后背上的是快好了是怎么的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之前他是红的，现在的话都按下去了，慢慢的就恢复了，就是。比如说结疤的感觉。对的，就是这样子。互相配，拉个脸。他这个月吧，他这个有刺激，对治疗皮肤病有帮助，因为味道也挺大的，有刺激。今天让给他喷喷，然后在屁股上有点散散。
染了条脸不要配，然后再给他穿衣服。其实贴膜也就是为了这个雨啊，这个效果啊，能直接啊到达皮肤上，能好得快一点。现在这治疗从给他泡药浴啊，现在给他喷药这个一周的时间了啊，现在恢复的也是可以的。包括腿上还有点，因为腿上的话当时是非常严重的啊，现在也慢慢的恢复，已经这边都按下去了，这边依然是他填的，这段时间没给果果戴毒套，填的有点。我们以后的孩子没得病。嗯，我那关节这个伤。嗯。这个的话慢慢。这个要结痂了。他这个是长时间的，他这两个后腿这个关节这边长时间的应该是摸的。摸出来的。这不干净了啊。这个平素的。平素的。嗯。这不想喷也得给他喷。那怎么办？还得看病呀、啊，是不是受伤？也不干净了哈。有给你好吃的，你喷完我给你好吃的。不要理你。别吵了。给你拿点好吃的。有好吃的。爹，给你过来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这里。慢点，你吃。太高配了。他现在如果说光看他的这个屁股这一块儿，真有点像个小猪一样。我觉得你要不行，先给他吃一半，等到晚上再给他吃一半。吃不了。嗯，我觉得有点多，因为我感觉他现在体型有点不协调。你往你后边脖子往后太胖了，你看吗？就感觉跟头部那个不是不成正比，你发现了吗？少吃点，给他。不是不给你吃啊，现在有那个什么糖尿病啦，然后那个光胖肚子啦，这些是慢性病。因为今天给他弄的这是，你看狗粮拌的那个肉，拌的肉。刚才那几个蛋黄都吃了。几个蛋黄？他先吃个蛋黄。四个蛋黄都吃了。对，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个盆端起来，我感觉他那低头吃有点费劲。低头吃有点费劲。对，正好端到他正好站立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。在运动吃吧，别让他一次吃太多。全能吃的，你比如匆匆从带回来哈，给他吃饭，确实一吃。这个盘子没大盘，挺能吃的，就能吃完了。嗯，但是目前来说胖了，现在也得每天给他控制这个量，给吃饭的这个量，慢慢的就好了。营养吃到位，然后别吃那么多。行了，行，管都剩下，等晚上再吃，别喝点水。